新的一期基础玩家，我是小胖。今天是很兴奋的一天呢，因为我们拿到了，确实在网上评论也好，还是讨论也好，视频也好，都非常少的一款热门音响，来自丹拿的 Muse 系列。对，我们拿到的是5和7是插电的，1和3是可以有电池的，就是可以携带的。所以我们拿到了5嘛，这个5呢，因为主要是以家居为主，放在家里面，因为它确实比较宽嘛，对吧？大家对这个音响应该不陌生，但是我确实查了一下，无论是百度吧也好，还是什么音响网也好，对这款的评价都很少。那我们今天专门拿回来给大家做一个评测，希望大家喜欢这期视频。好了，我们先来说它的外观。它的外观呢有几个颜色，红色啊，这个我们拿到的是蓝色啊，还有灰色以及黑色几种颜色，放在家里面，它有一种这个中国这种折纸式的这种线条。你看到前面是那样哈，以为这个前面是这个样子突兀的，以为后面是平的，不是，后面跟前面是一样的，它一样宽，哎，中间一条，后面有一个导向孔。所以，如果是对于那种喜欢贴墙放的小伙伴呢，哎，就要注意这个问题了，它不能贴墙放，而且得出来挺多，前后一样宽。所以这点跟大家特别提示一下。然后呢，它有这个光纤输入啊，3.5的输入，以及这个它主打的 APP， 它也是为苹果设计的。其实啊，它的 APP 里面就是跟这个网络无线连接，以及它的蓝牙连接这几个传统的模式吧，基本上这个级别的音箱都具备了。拿到呢，其实它并不是很重，这个音箱会感觉真的有一点廉价感。如果说你要拿马歇尔和这个飞艇来对比的话，有点轻，造型是不错，然后这个织物网罩呢，会应该说跟家里面的搭配啊，可能会更好搭配一些。中间有一条金属边，按键也都是物理按键，这点还是值得表扬的，因为我比较喜欢物理按键，我觉得那个会有手感的反馈。那你总感觉拿着它的时候会感觉像汽车一样，一种有异响的感觉，总觉得这个会不会断啊，或者是它会不会松啊，这样啊，它会有这种感觉啊。这就是它的外观了，反正看上去逼格还挺高的，毕竟丹拿嘛，也是世界的大厂，而且也是按是排数一数二的，不管是阿凡达啊，全球超过500家特别牛的录音棚采用了他们家的音箱，所以这一点丹拿应该不用多介绍了吧，老烧友应该都知道，那新朋友去了解一下丹拿，其实就那几个字概括了所有，不管是007、钢铁侠、蜘蛛侠，都是啊拿它来做的，所以音质上毋庸置疑。当然我们还是要评测一下这款音箱的音质到底如何啊，它的音质呢是属于那种有点偏北欧风那种味道啊，像 BNO 那种，中频并不是很亮丽，细节不是很多。它好听就好听在它的低频和高频，这个两个是它的亮点，而且是给了我惊喜。它的高频做到特别的舒服，这叫特别的舒服，又不是很多，但是呢，你听上去是很多。这个感觉怎么形容？就是声音会比较往高音这边偏一些，因为正是因为它的中频，我觉得会比较弱。很多人都说单拿的中高频特别好，大神也这么说。我们拿到它的这款音箱以后，很多人去试听，其实在试听会啊也都是个坑，
确实每一个音箱都需要 AB 对比 AB 对比，就是在同样的环境里同一首歌不停的去试听，你才能听得出因为所以然来。到那试听会那儿呢，还放出来一讲解，啥都懵了啊！你再好的耳朵你也懵了，人的记忆是有限的。所以这一块呢，我们确确实实听到它的中高频吧，应该说或者是它的高频啊，真的是特别棒。你听到那种哎呀，那个声音真的是很上瘾啊，那个声音啊。然后就是低频也是，低频的下潜很深，你听了以后你有那种一直想往下听的那种冲动。有些音箱听着听着，哎呀不要，我们俩聊天听着听着，哎，关掉，这个就是听着应该挺好，也再听什么，哎呀不错，哎我不想走了，今天我不出去办事了，我在家听歌算了，你有种这种感觉，很中毒啊。他的声音真的啊，单拿了大厂的东西确实让我们就是刮目相看。因为他说一下他的这个参数吧，啊，两个高音喇叭，两个中音喇叭，一个低频喇叭。那参数只能说在这个级别当中正常，但是因为调试的不同啊，也是低类的功放，我觉得他的声音还是很有特点的。你听了他家的音箱，你再去听别的音箱会觉得不适应，不管再好的音箱你会觉得不是我记忆中的那种声音，记忆中的声音，你明白吗？这些大厂做的音箱就是这样，你听了他音箱听一段时间，可能刚开始听你不习惯，你觉得哎呀这个没有中频，你觉得这个声音好像一出来的声音是那些人都被锁在笼子里在唱歌，乐器特别靠前，人声特别靠后，哎，没有什么高级感嘛。刚开始听的时候是这样，啊，能听了二三十个小时以后，这种声音的记忆，你再去听别的音箱，哎呀，这人离我太近了，有种这种感觉。那种廉价的音箱啊，它就不会有这种声音记忆，你就会觉得，它的记忆就是这个音箱很便宜，这个音箱很烂，只有这个记忆。好的音箱它是有特点的，这个特点而且会很洗脑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个音箱其实听什么类型的歌我们还是这么说都行，基本上现在人也就是听流行歌嘛，对吧？一些动态比较大的，它的低频确实很足，这点在网上看到很多人说它的低频有缺陷，它的低频是残废很差，我们拿到这个音箱它的低频真的很棒，甚至说有点多，我都会感觉有点多，确实在这个同样的环境里啊，我们拿几个这个音箱来测试，发现它的低频算是很多的了，它可能比马歇尔差一些，差一个档次，那个低频啊，低频部分，但是也算是很厉害的了。真的说低频残废可能是妙韵吧，啊，那个博士的妙韵那个低频有点残废，它的低频算是下潜又深，那个力量感也行，啊，也算是多的了。它主要是强调高低频这一块嘛。是吧，年轻人喜欢听这样的声音，如果太多了会感觉那个，如果低频像马歇尔那样的话听流行音乐会有点吃力，就比如说你听一些那些慢歌的时候，其实马歇尔不太吃得消，很干涩那个声音，他听这些慢歌就是非常好，你听一些现在主流的一些流行歌其实问题不大，而且听那些这种现场感十足的音乐他可能表现更好啊，它的临场感会更好。其实低频的下潜越深了，你会感觉低频的包裹感很强，包裹感像电影那种包裹感，对，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。那你要听演唱会，其实那些现场 live 的那些歌，你不正想是想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吗？演唱会现场的那种味道吗？对吧？所以这一款能够给你做到这一点，这个是我们要好评的。然后它的这个手机 APP 里面呢，有它的几个功能，一个是智能的降噪，就是你房间里面有什么样的声音，它会把你这个声音应该是跟博士差不多，发出同样的频率，把你的声音抵消掉，会让你感觉显得安静一些。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不论你放在任何地方，它都会根据它有一个话筒去识别你那个周围的环境，去调整它的这个 EQ， 就是调整它的高中低频，让你听的这个声音会更和谐一些。
算不算噱头呢？算，我认为算。这个我们技术玩家还是真正的拿事实说话啊。我们看过多的参数，我觉得最终还是听感，听感很重要。听别人说一万个好，还不如自己真正拿来听，还不如自己拥有，对吗？我们确实拿过来，各种听，各种小伙伴来试，感受，想象，然后我们再跟大家做这个听感的分享。反正我都开了，有一点区别，这个毋庸置疑。但这个区别有什么卵用？好像没有。它的降噪降了吗？没发现，该出来声音还出来，对吧？放在这儿，放在那儿，放在另外一个地方，关闭就是比较淡一些，开上就比较浓一些，低频多一点，高频多一点，就仅此而已，并没有什么质的区别。质的区别可能也不可能吧，但是说再多一点变化或者是怎样啊。现在目前这个功能是噱头大于实用性，所以也不用说因为它有这个功能，所以呢我就别的音响我就不考虑了，它放哪儿它一键都解决了。其实也不是这么说，你用别的音响一样，就虽然没有这个功能，但是发挥的也很棒啊。最后来总结一下，这印象呢就是各种歌曲你都会中毒，这个是很要命的一点。丹拿的印象啊，高频低频特别好，中频不行，然后造型感十足，按键是物理按键， APP 里面还有各种功能可以让你玩吧，不能说好用吧，让你玩啊。缺点呢就是它不能靠墙放，这点比较遗憾啊。第二就是它的这种质感，整个音箱的质感其实不及就同价位的这些音箱，质感拿起来会觉得有点散。第三，它的这个价格还是有点高，目前来说还是有点高。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款 Muse 5的音箱。那有什么还想看的，那多多给我们留言好吧，我们到时候还会做一个丹拿和宝华的一个对比，欢迎大家收看，期待下期吧，拜拜。